今天教大家家庭开椰子方法，非常容易，还能把椰肉挖得很干净。第一步，把买回来的椰青从顶部把多余的椰毛去掉，转着圈的切，切的时候一定注意小心切到手指，这样露出一部分椰子壳就可以了。第二步，我们要把椰子打开，用刀尖敲椰子壳，同样转着圈的敲，椰子壳很薄，不用太用力就能敲开。敲的时候也要注意，千万不要敲到手指，第一次不熟练可以慢慢来。像这样敲开一个圆形就可以，用小勺把顶壳撬开。最后，我们把开好的椰子倒入碗里，就可以享受美味了。椰肉雪白雪白的，可以用勺子挖着吃，是不是很容易？你学会了吗？